车在手，天下我有。毕高四零，毕高四零，我去，秒杀坦克300，这咋这么牛啊？这会儿没压力了。我去，四零都杠上来了。啊，2.4的，把坦克300给秒了，牛啊！别乱，坦克300轮胎又放了一下气，再次冲锋。看一下防过气的啊，先试一下啊，这感觉没啥效果呀，我去。这玩意儿干不上来啊，现在咋回事啊？这是。坦克300，不抛弃不放弃，来了啊！我去，有机会，有希望，不懂你了，没有动力了，没有技能了，没劲儿了啊！有技能啊！他狠狠的磕了一下地，就没劲儿了，我去！你管我那回千万千万使，大哥，你用高级单使，高级我用第二单使。我去，这杠是真结实呀！啊，再次出手啊！有了，坦克300，我去，哇，和霸道爬的一样高啊！还是在这没有新的突破啊！我到哪儿再搏一刀？我去，这直拔可以啊！鸡蛋啊，鸡蛋啊！走到这个位置还能卖力，不顶的话，应该进。鸡蛋啊！啊！还有3到5米的一个距离。往高一来试试。啊，这是这会儿也是越拔越高。高一不中。虽然说是比高一不中。直拔现在越上越高啊，有希望。咋没有瞄准啊，我去，跑偏了，我丢，没有瞄准。多少跑偏，搂不住方向啊。啊，加长助跑啊，加长助跑容易飞车，容易磕下巴呀。来了啊！来，哇！直接就看不清路线了。有了！哇！这上的最高的一次啊，就差那么一丢丢。我去，别上头啊，宝马！哇，X5。我这么牛逼吗？点赞。这是啥情况？宝马，我去，挑战后网最难的一条赛道，拭目以待啊！我去，老表你打渣子呀？这是能上去吗？宝马X5挑战后网绝望坡。这对宝马来说是不可能啊，我去，你要挑战成功的话，那绝对是后网最亮的仔，挑战不可能啊，继续尝试。我去，在漂移的啊，咋回事，啥情况？后杠干差了。我去，后杠差了呀！我去，别拍上，别，我去，我这个头挂，后杠都干差了，我去，狠呀！
拍照继续干啊。是个狠人啊。这是四驱的啊，眼睛一闭，油门到底，一切交给夸爽。打打方向，拖车钩卡住了，那不行了，救援了，救援救援，不行了，要救援，来挂脚盘，来救援啊，出来了，漂亮。救援成功。